把这些照片发到每个士兵的手上，发现此人立刻逮捕，如果反抗，格杀勿论。哼！等等，周大阁下，这些照片先不要发出去。怎么，夏连峰提供的照片有问题？ 夏连峰这个人不可以相信。钟总，您的意思是？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明白。 什么人？我是三井银行董事严尚先生的女儿，我父亲的哮喘犯了，请你们帮帮忙，拜托了。只能你一个人进来，请你在外面等一下。 抓起来！对不起，姑娘，宪兵队有规定，凡是在这里卖西药的，一律抓起来。你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哎哎，哪有你们这么不讲道理的买卖人啊？真要不买了，我硬！打我！ 子弹怎么打？看都排着队呢吧，找好角度穿堂葫芦。老季，快走啊！大成哥，快跑！夏建军，杰振国不会就此罢手的，你一定要严加防范。嗨，辛苦了。 什么东西啊？西药，哪儿来的？连凤弄来的。他说呀，他这是将功补过。连凤啥时候回来的？昨天晚上回来的。他不是不知道这儿吗？放心吧，我没把他带来，他是到矿上找的我。这药是从谁手里搞的？连凤说了，他把金凡医给收买了，从金凡医那弄的。哦，<笑>照咱们需要的差很多啊。 那大不了咱再去一趟唐山，再去唐山是不可能的，鬼子张着王等着咱呢。哎，我就在想啊，既然我们去不了唐山，用什么办法变个戏法儿，让禁卫把西药送到赵各庄来呢？哎，老季啊，敌人那个仓官团到了没有？到了，全矿都戒严了，这两天啊，他们天天下井去考察。 一般都啥时候下井啊？一般呢是在矿工收工之后。哎，老季啊，
上次我回老家的时候，我看你教凤生做的那个拉炮，就是哎那个一拉就响那炮竹，你做过吗？做过。你再给我做两个。另外，你现在主要精力都放在程矿司那儿，以防鬼子呀狗急跳墙对他下毒手。明白了。哎，你又想变啥戏法啊？哼，你不知道，这井下呀有几处瓦斯的弥漫区，啊？你是想在井下制造爆炸？那井下那么多矿工咋办啊？所以我才用老纪的手艺啊。不是，哎，你坐下，坐下。我是这么想的，等老纪啊做好了拉炮，我揣几个下井去。等收工的时候啊，我偷偷的在瓦斯的弥漫区我拴上一个，那地方没有电灯，黑不隆咚的也没人看见。等敌人那考察团到了以后，哎，他没准就给碰着了，一碰就响，嘿，瓦斯一响，我就不信他们不拿着西药来抢救那些烧伤的鬼子们。哎，这还真是一个好办法啊！不过你也不能去啊，你脸太熟了，井下多少人认识你啊？在咱们队伍里边找个生脸吧。啊，这事再说吧。哎，连凤这事儿你想咋办呢？公是公，过是过。我认为他不能留在队伍里，而且要马上把他送出赵各庄。等咱们转移地下之后啊，他知道咱们那些坑道，通通都不能用了。还有，李德贵也得处理啊。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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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。来一个，打起这个竹板我就开了头，我唱了一个小段，就叫头话，他从前头，可是到后头，他是每句话里头不离头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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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行山下有一个村庄，他叫南岭头，在这南岭头的那个村东头有一条沟，可这里头外头竟是石头，呵，大的好像一火车头，小的好像有那么大吗？你说多大就多大呗，教练，好，拿一下，您等一会儿。教导员啊，我都打听好了，确实是这个金令吉啊抓了连凤。后来啊，金令吉因为私自释放了他，也吃了不少的苦头。据说要不是因为他那个日本老婆帮着跟禁卫求情，估计他命都保不住了。再搜一次，手抬起来。这什么东西？哦，昨天孩子玩的，忘了拿出来了。你不知道，任何的爆炸品都不可以带进去吗？把他抓住！邪真国的人，哼，送给你。你好可怜啊，邪真国。走。戴的是经过训练的搜爆犬，一丁点炸药味都能闻到。明天我去。
你去也是白搭呀，鬼子加强警戒了，下井之前必须换上他们的衣服才能上灌笼呢。那我藏在井下不出来不就完了？那鬼子考察团进去以后啊，我用钢签擦点火花也能把瓦斯给点着了。那你咋办呢？跟他们一块炸了？哼，我一个人换那么多鬼子，值了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的命现在不属于你，属于特务大队，属于党。你动不动我豁出去了，你有几条命？你能豁出几次去？我还告诉你，鬼子现在对上下井人员要清点人数的，发现有一个没上来，藏在井下了，他还敢让考察团下井吗？
矿工已经全部放回地面。这件事情你们拿得准吗？十拿九稳。估计啊，就在今天晚上，日本子就从唐山往赵国庄运西药。政委，这打伏击的事儿是你们正规军的拿手好戏啊，就请政委带着人唱的。好，我会亲自带人去的。哎，政委，你看。 我弄了个这个家伙，然后马牌，不错啊。你别看这枪啊，跟你那个样子长得差不多，但是口径不一样，子弹不好搞，是吗？啊，那这样，这个枪啊，算你送给我了，这个枪你使。哎，不行，这子弹不好找，所以才我使啊。我用枪的机会少，你用枪的机会多，所以啊，这枪你拿着，这叫物尽其用。 劫镇国了？那你？劫镇国？在哪里？你给我去，我带你去。 大面积烧伤，不立即抢救，有生命危险。我们折旧派出车辆，接他们回唐山抢救。净说外行话，烧伤病人哪经得起路途折腾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必须马上拿药品送过来，主要是消炎药。报告钟总，外面发生什么事？从唐山派往赵各庄运送药物的车辆遭到八路伏击，两卡车药品被截。 晋卫中佐，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认为，我们应该留守在这里，想尽办法把劫镇国和他们的队伍彻底消灭，不然我们会养虎遗患。劫镇国是老虎吗？那么唐山呢？唐山是什么？如果既抓不住劫镇国，又丢了唐山。 你拿什么来向华北方面军解释？我会剖腹谢罪。你的生命和唐山比，哪个价值更大？我要立刻撤回唐山。是，将军。 我执行。
既然土肥原将军为你说话，那好，我留下一个大队，暂时归你指挥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可不可以告诉我，如果结政国躲着不露面，你把这么多皇军留在赵各庄有什么意义？我要煤炭。说详细一点。其实我们要的根本的东西，并不是结政国，我们要的是煤炭。结政国只是我们想获得煤炭过程当中的一只拦路虎。就算结政国这个人不出现，我们也可以在赵各庄矿换上一个自己人，这就可以了。又要在陈矿司身上做手脚吧？我们是工人特务大队。好，跟我来吧。这个。在里面。这位。可惜他们事先有防备，反应太快了，第二枪没有打中。就算第一枪没有马上把他打死，他一定要上医院去。现在各大小医院都在我们的控制下，只要他一进医院，就等于进入阎王殿。我马上带人去医院搜索。辛苦你了。嗨。身边安插了力量，才能够及时的把他给救出来。我的意思还是把他送到废矿井里边比较保险。不行啊，那矿井里边有害气体多，细菌多，氧气少，而且呢又终日见不得阳光，对他伤口的恢复是有害的。哎，咱们不是抢回了两车西药吗？把最好的药给他用上。他子弹还在胸腔里边没取出来呢，用多好的药也没用。最重要的是得给他做手术啊。开刀？咱哪有那样人呢？我呢已经给军区发去急电了，军区回电说呀，冀中来了一个杨医生，医术非常的高明，让咱们想想办法，能不能把他给送到那儿去。政委，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特务大队吧，我们人手一手。我早就想过了，可是去冀中的话要经过赵各庄啊，那儿驻扎的鬼子一个大队啊。你放心，我们天黑走，鬼子发现不了。陈矿司的事情已经引起了延安的高度重视，我希望你们不要掉以轻心，一定要完成任务。政委，我结政国用脑袋担保，只要把通往赵各庄的这条必经之路牢牢的卡住，
他们只有死路一条。好，唐山地区也绝对不能放松，吩咐所有留守的人不得有任何的怠慢。我马上回去部署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不幸的是，株式会社的三口军陪同考察队下井的时候严重被烧伤，所以眼下我们没有办法联系到开酒馆的那个眼线。你还是留下来吧。我给你买草。老爹啊，陈矿司病得这么重，咱最好得有辆汽车。汽车好办，在矿上借一辆就是了。不过这汽车呀，目标太大，鬼子现在查得又紧，陈矿司又动弹不得，这万一要碰上鬼子的巡逻队，跑都跑不了。哎，我看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唐山呢闹上一闹，把警卫啊调回唐山去，他一走这事儿就好办了。可是从陈矿司的伤势上看，耽搁不了多久啊。一箭双雕。啥意思啊？你说说，这赵各庄上你现在最怀疑的是谁呀？按说夏连凤一走，在咱们队伍上就没谁可怀疑了。那个乳鸽西施十有八九跑不了。正好这是你的长处啊，咱们这回啊就盯准一个人。哎，想办法把我去唐山要炸汽油库这件事透露给他。禁卫要是知道了，那咱们这暗哨不就可以除掉了吗？禁卫要是不知道，也总会有其他的办法传到他的耳朵里。没错，这样咱们既可以除掉暗哨，又能够调虎离山。老板娘，我拿点酒来。哟，你可别喝了呀，这满街都是鬼子，说不定啥时候就进来检查了。你是怕鬼子还是怕我不给钱啊？不是，俺不是。不拿酒去，别废话，听见没有？大哥，大凤是怕你喝多了，现在赵各庄鬼子多多呀。赵各庄鬼子多，他鬼子再多有唐山多吗？怎么，你们要去唐山？不去唐山，谁喝酒啊？嘿，这大部分鬼子都撤回唐山了，你们怎么要去那儿啊？那不是去送死吗？谁让咱是吃当兵这碗饭的？上头有命令，你敢不去吗？人家指哪儿，咱得打哪儿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吃饱喝足了，免得老爷饿死鬼不是？哎，你们这上司可真奇怪，这要打鬼子，这赵各庄不是县城的一大群吗？怎么现在让你们去唐山呀？赵各庄他鬼子再多，他有汽油库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这么多这干什么？以后谁要是问题，你不能说是我说的啊，我们可有纪律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现在啥时候了？啊，六点半了。哦，不能再喝了，不早了。哎呀，老板娘，我以前跟你这儿赊过账没有？我要是欠你钱的话，你可得抓紧要。你要是不抓紧，回头你得骑着大马到阎王爷那儿找我去。呸呸呸！别说这丧气话。接着，大凤，收钱。来了。大凤，你德贵叔喝多了，一会儿你去送他一下。哎。大凤，一块大洋够吧？不用找了啊。剩下钱再给我打壶酒，拿着。你可别打了，这路口啊就是警防队的人，他们可啥都抢的。这酒就是打给你，你也带不回去啊，何必浪费那钱呢？什么？当真？嗯。
哎，对了，你们这便所是在后院是吧？对，俺带你去。您可慢点儿。矿上的，手里拿什么东西？小酒啊。多少度的？刚打的时候36、37度，这会儿怕是到不了了。酒留下，人走。凭啥？日本人有命令，凡是危险物品一律没收。这酒又不是啥危险物品。那我问你，这酒见火着不着？那得看啥酒了。哎呀，反正日本的说是危险品就是。废什么话呀，走。哎，站住，我是日本人。就是日本人下的命令，什么人都得查。哎，你拿把刀干嘛？我要找吉正国报仇。有种，我们哥几个等你的喜信啊。您请。对了，这个酒最好别喝。为什么？小心有毒。小样，一看就是街上的浪人，还想从老子嘴里骗酒喝，没门儿。酒都不会喝，看来这酒还挺够劲儿。嘿，这什么酒啊，馊的。这是尿。他一路跟踪我，手里头还拎把刀。你叫什么？我叫山口太郎，我是个学生。哦，我是来找吉正国的，我要找他算账。吉正国欠你什么账？他在矿井底下制造爆炸，烧伤了我父亲。你父亲是考察团的人？不是，我父亲是三菱株式会社驻赵各庄的业务代表。我想问问吉正国，我父亲只是一个商人，他不是军人。为什么要伤及无辜呢？谁跟你说那井下的爆炸是杰正国干的？矿上的陈矿死，他那是一面之词，我还说那是他干的呢。就算矿井爆炸只是猜测，从唐山运过来的药品呢？难道不是你们劫走的？太郎是吧？是。中国话说的不错。谢谢，我喜欢中国文化，但是我不喜欢这些滥杀无辜的人。
自从你们日本人占领了华北之后，唐山城里哪一天没有出殡的人群？哪一天听不到哭泣的声音？哪一天看不到满大街的纸钱？他们都是无辜的。可是我们日本人也天天死人啊！你们日本人死在哪儿了？死在中国的土地上了。他们干嘛来了？谁请他们来了？是下帖子了还是发派子了？没下帖子没发派子，他们干什么来了？可是我父亲只是一个商人，他做的这一切都是有利于中日双方的，接着我为什么要伤及无辜呢？你真应该回去好好的问问你父亲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你们日本人买我们唐山开兰煤矿的煤是多少钱一吨你知道吗？还不到市场价的一半。这还是看英国人的面子，这如果要不是英国人的煤矿，他们根本就用不着派商人进来，就直接让宪兵队过来拉，一分钱都不用给。你们在东北就是这么干的。你是个知书达理的人，日本人说日本话，中国人说中国话，但是有理走遍天下。等你冷静下来，仔细考虑考虑。可是我父亲现在都焦头烂额了，我怎么冷静啊？焦头烂额，你还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回去陪你父亲看病？提了把破刀满处转什么？还想制造伤害呀？行了，赶紧回去，走吧。你肯放我走？一个学生，我为难你干什么？走吧。可是现在赵各庄上都没有药，我想送我父亲去天津治病，但是我害怕你们的人会在路上制造麻烦。这个你放心，我给你写个条。你拿着这个条，一路上只要是共产党八路军，不会为难你的。德贵，失礼了，送他出去。走，吉田扫帚，你的队伍要全面封锁赵各庄对外的通道，一定要盘查所有出入的行人。是。杰振国这个人惯于瞒天过海，特别要注意送病人的车还有拉死人的棺材。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太史队长，你的队伍要分散开，跟吉田少佐的队伍混合变组，盘查所有过往的人。是。行动。什么大哥？皇军问你们干什么的？哦，我表弟在天津念书，这不放假回来了吗？结果日本人非得说他藏一本什么抗日杂志，这不拿刺刀给他挑了，这我们正要给他运到乡下给埋了呢。白天怎么不走？井下瓦斯爆炸要清理，上面不给假。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快！死了？死了？都断气一天了。捡几口棺材，就来吧。没事。卖馄饨的，给我来十碗馄饨。好嘞。
带俩人帮着端。好。哎呀，看来啊，敬畏是学乖了。这回的出殡啊、棺材啊这些把戏，在他面前是兜底了。陈矿司的伤情拖不得，得想个其他的办法。敬畏有没有离开赵各庄的意思？是谁？是谁？